也取了个一，可我已经把全部找人。对，我有眼点了。帮我点，然后帮我点一下脸。在哪里？来吧。在，对，可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过了这点，或者这个地方也行。OK OK。就那个好。嗯。OK。二十秒，十五秒的。好 ，OK。小老板不在，今天小老板换芜湖了。你打的是青钢影有压力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前期嘛。你要不要考虑帮我摸一下这个？我要推线，我要推线。好好好。我推线，如果我推这把推线没出问题的话，我很早就可以帮你去。也去给个眼 ，OK OK。看到王子会来，我们不要就打一份。一给你，我站在嘛，在他把学的地方。我知道了，红开对吧？对，红开。哎，等开了个眼睛，对的。OK。刀妹注意看我的位置，王子在下，这波可以跑，但是你可以留一点啊，别着急。王妹，我二点，我二点。好，我到了，我到了。我死，我死，他不在一个的。好，可能杀不死，但是 ，OK， 死了，死了，死了。OK， 怎么样？气不气节这波？有气，可以吧？打完直接回头，而且我这波闪现交的还是很不错的，我没有那么早。你不在我就知道了，对，我就让他擦一下这个血量，擦不好，可以上个单线，啊。我推荐了，推荐你。没事，他们王子来不了。我回家，然后我帮你卸两个活线。OK。你不好做皮了，我帮你做他皮。没事没事，你帮一句。哎，我回来，我回来，我就是，你小心点啊！我要补装备去了，你小心点。没事，我很有弹性，不用帮我。这两个东西你们下路等一下有眼吗？可以插一条，我可以帮，可以帮。我去看一眼。有地的吗？他们下路闭了的，他们下路闭了。黄子在我野区。在野区吗？我来了。带我来吧，不用管了。我要先去打打小龙，等一下啊！现在了，算了，没事了。他也是下路回血的。上哎，上路没闪，上路没闪啊，上路没闪。OK， 收到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他们三个人。没控制，没意的。啊。上路可以攻一下，放一下线啊，注意我的位置。我好，上他没闪了，来吗？我来了。他卡米尔应该马上又要死一波，这人想跟我换血了，他就上当了。他打的比较稳吧，但我不来了啊，我看他好像有点稳，有点危险。都是没闪，上路是没闪，好转。好，我说上路，他有点稳，他有点稳。下路技能全没。OK。可以，出路无敌的嘛！哎，我在身后啊，看我的位置，你看看怎么处理？把这处理。抽到了。
呀，这个一直上来没吃到，让我这个点火他感觉死了。嗯，多线可以。我一个一没遇到他，哇，这皇子打我好，冲两只兵有个巨石弹。但他并未死去，我喜欢被你咆哮。游戏里的人死了呀，有点乱说。没看见吗？他死了呀，他被我 W 死了。哎，别这么乱说，大木。皇子回家了啊，可能要抓下下路，稍微的那个一点。我帮你给了个眼，这里。好的。OK， 我可能要打小龙了啊，你们把状态保。我可以帮你，我先推，我推线。上路应该是有踢的，对吧？没踢，没踢，他没踢。好，没踢哈。完了，已经没杀，不想留闪吗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他俩都没闪。加流要去了。加流要飞，加流要飞。我来了，我来，我在靠，我在。没事，我在跪。好吧。龙飞挡龙，他的王子去挡那个挡龙去了。你得帮我那个。嗯，我帮你挡，我帮你挡。呀，这波塔皮吃扯了。没有 TP 哦，没有惩戒啊，还差一点时间。给惩戒是吧？嗯。没事没事，你去吧，发育去吧。上路和谐，我吃了啊。OK， 吃。皇子去了啊，皇子去了，皇子马上断，我支援不了。OK。能过来吗？打不了，我血量太低了。游戏云关了，兄弟，游戏云关了，我应该是整体声音太大了。差一点经验，这边有 Q 就好。等一下，下路等我一下啊，我马上那个。我这边有 Q 就双杀。王子吃了我，下路稍微等我一下啊，我马上。好，我就在附近，你们看情况。还六呢，可杀。好，六。房子这波复活应该会去上半眼。上路小心点啊，上路小心点，上路小心点。中路没闪，不要闪。上路小心点啊，我回了。了老子出来无敌了，我他妈82张两个桶，这清单赢60张，怎么打？我有闪，那是下去了。我可以支援。我可以支援，啊，人有点多。加里奥也在下路，加里奥在下。我可以支援哈，我可以支援。刀妹可以往这里走，刀妹可以往这里走，这边他们可以肯定要追。溜了。他们没追，他们没追。我这波把他线推了。他没大的呀，这青钢影没大的。哦，有大，好像有大。他也挺怕我。王子在打算。他知道我对拼伤害高。中路可杀，中路可杀啊！他要过来，我看他从哪儿走。我在他这个 F6 插给。王子来了，我离你不远啊，王子可能要抓你，但我在本尊。没事，你可以打峡谷，我中路可以拖着的。好的。不愧是王子。我可以反蹲你一下。看到房子。看到了。他们那个小卡钱跟我。如果是牛奶打野，这个红应该我就会去给他毛了，兄弟们。你吃啊，没事啊，我不要。你吃，我推线，我拿他。你吃，我真不要。来了，中路别怕，我在。勾引一波，往这引。我被控住了，挂住了。啊，他叫大就算了。五秒大。没事，走不了。算了。这波我被控住了。没有。你往我这边拉一点就好了。
我们可能有一些意见不同。嗯，不是，我被嘲讽了这一波。哦，被嘲讽了。对对对。这波想吃他们一波大的，你知道？他去打你红了。没事，不关键，我们还是随便打他们一下。有个皇子打完红去抓你了。我去，这是红没了应该。哎，没打，他没打，没打，他打蛇皮，他来他妈他不是送吗？我不是随便杀他，我看了家里要血量的残局，他没打的话应该会去打那个，打峡谷，我去看看，我去看一下。在哪？在哪？在峡谷。能动他？宝贝，你没了呀？干，要做什么？他没了，他没了。他有闪，好大。我都失误了，大鱼。算了算了，我们小龙在杀他。来，你跟我一起来这里，在这里蹲一下。你俩直接给我进来就好。再往后靠一点，别秒我，这个眼差了。小心啊，你下路。直接暴露。来来来来，直接飞。无敌。小心，皇子下去了啊。家里要你们支援，好，我们准备小龙放，小龙放了。这波闪太厚了，这波小龙要虐他们一波。这卡米尔改 W 烧了，好，我在啊，不怕 ，Very good， 我在，但是皇子也来了，我在。我在靠，当然下去了，之后我们就把上波子没闪了，王子没闪，先吃这两注眼，然后吃线，啊、吃完线有再没闪，没闪，没闪，等过瘾。直接终极肥蛇，肥蛇怪 ，nice， 这波下路可以了。他们没闪的，强杀，小心加点飞。nice。有没有到？特兰吗？没有特兰。青钢影在，青钢影在，青钢影。好像塔杀无所谓，不亏，不算击杀。我想杀他。卡瑞尔是交替下来的是吧？好的，他们没。卡瑞尔是不是交替了？对对对，交替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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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把下路拆了吧。拆了。卡瑞尔交替之后，我直接给他们上路全二条给他们弄的。我去吃龙。不行，吃蓝。我三项。我的吧。嗯，蓝你拿，我不要了。OK。往我这边小龙走一下，我要打小龙。或者是黄子刷我的野。嗯。他们可能要动这个龙。他们不敢动。嗯，应该。他的眼看我们打，这一波小龙，我是王子可以打。他没，哦，他刚刚不在。我被发现了。我在靠，没事。我知道。报他。我知道，你往哪走，宝贝？好，我先打，我不去。好，我再打了。好吧，没事的，王子去上。卡米尔手打我就把我们两个杀了。王子去了，刘哥。王子抓上了。上了。我在跑，我去靠，我去靠。直接被秒了，太脆了，哇操！他妈的，这个、就没办法了呀！加里奥！哇，直接把我秒了，这个操作空间。他这一下是没弄出来，我能反杀。我来了，先走，马上到。我在后面啊，看看有没有人脚。不，我这个闪肯定要交法，这是真能反杀的。我先吸个血，我这里来给我摸那个。这个水你好，好，没事。要打吗？这边？我现在要吸个血。这皇子一 Q 交了，这皇子除非有个盖大的伤害，我1+1+2这两个技能，他们技能都交完了，我能站住的，他们没有后续伤害了，然后我乱吸血，给他们吸裂开来，可惜被秒了。他不是没
可以跑吗？好像人有点多哎。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。我在往中路靠。往我这走，吴伯。啊，没到，青钢也没到。OK， 青钢已死了。这一波全交闪。卢锡安没闪了，卢锡安没闪，当雕子闪。回一波吧。小心啊，人一会儿多，人一会儿多，趁他这波来是五个人，老子溜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没办法。我来了，追你了，追你了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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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我来可以不要皇子不带。我在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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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靠。算了，来了，我来了。别再吵了，我别再吵了，我是头上的，头上的。我他妈的真的，真的厉害，你知道吗？我是真的厉害。我在不要了，上飞的，上飞的。这个大，这个大不给我，心态有点崩，真的是，我差点死。因为我看到他大招好了。呀，这些逼他妈的搞火牌的，我操！还有往下沟通。他们老是想杀我，我很脆的吧？他卡米尔个盾，他没那个盾，我直接跟他反手。我的刀面有问题，反正。其他玩的都赔哈，就 up 到人。卡米尔喜欢追我。他们已经忘记了古道，古道没有忘记他们。不难说了，王子好像去了。去了，他们去了。我来了，刘哥，我在后面，我在后面，我在后面。你在后面，你妈逼，我也不可能上呀！你妈两个人聊。我知道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在靠，我在靠。可以的。好能打呀，你这个干的。他是小马太。没事。打你打开了。不太需要我，移民了。有，你点没动吗？这俩人怎么忘了？我不知道为什么。那是真烦，你知道吗？这三个人，你妈永远就是这三兄弟在一起，看着他妈烦。刚意外，我刚走到那里，翻过来。王子要把他翻一边。伤害有好像不太容易伤。我先想过去了。耶，有人。那我已经连续被这三兄弟搬开三波了，好厉害。啊！我在帮这个，我在帮这个。用你去把下一个。
房子哎呀，很烦，你妈打不完的人，这两个。来，我们下路。好，我们 AD 的刀已经杀了十几个，这么高的输出，怎么打输呢？但是在我们这边，我们还能开场。我这方面交了。没蓝了，哈哈哈哈，一滴都没了，没事，问题不大，帮你推进，好吧，有个大，哈哈哈哈，我没舍得用闪，没必要呀，大意了，没有闪，对，我大意了，我没闪，我走吧。我这边25秒了，我在往下靠。这里有大，我这波进化不解这个消息，黄子有可能在这里，别怕，你跟我来，我一会儿你跟我来，绝对可以打。我现在我要我认可死于一技能，你要用一技能把他打死，不然我不认可你的狗熊。为什么？哎，他不见了啊，给你增加难度呀。OK， 上哈他不见了，吃兵吧，他溜了。哦，掉了。老子，我这波兵吃完16级了。好，把机会来我就承认你帅。他有了，行吧。哦，你攻势有点快啊。溜了，他们又要来打堆堆了，去打龙。溜了。可以打这个了。打龙，第四条龙，这条龙他们16级了，宝贝，真不了。我这打到1300的伤害，兄弟。我刚到网，后面到网有个小法，你发育龙，我们来抓你了啊！他想抢龙，怎么可能？意外，这个有点意外了，这个有点意外。房子看到没？来了，我在。到了，没事，我在身后。有大。好，没事，我要修了。我要上了。我修了。看个表的。哎，技能。我修了。哎呀，不给我机会，很烦你们。不好能跑。
呀，对面不出来，我不好继续弄他们，怎么我没有位移，我他妈只能呀憨憨的怎么不出来，太快了，爽快了，你们这个太强了，去不起来。